为。
为人以及道道理天公所谓是天王天道理天居言摩天都率作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凡中天凡夫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明
官兵，听命谢过后，我自身方成国当兵，是一敌国千里是大运，已经百千万亿，哪有他不可说皆三位不散，有一国居不可思议，他生其间是自有国号，也绝华林之在万古来，兵国寿命是百千万亿，他生其间想法之中有一国若门民俗不生口中说清净清楚说我如天为不信不信先参清山高树是森林光色光明天有地不明生成天二字迷目未见成心不救命中本身多财不见地因是薄若门弟子不财是不信因果情感随言必生何惧虽买家财黄酒香花地主公金一切破大事法心供养坚决花林自在望如来提心将在意识中塑化为龙观念必备是婆罗门第三地尊重悲身敬仰是自念念佛命大觉经一切智佛在世时佛母是空当来闻佛必知出说是婆罗门第垂其良久三年如来不闻空中生言提着生地无慈悲爱我今世如母自居住婆罗门第何长相同何待空言是何生得困我有理我只是木一难昼夜一念不足可闻是木生见是空中有生在发迷言我是如所占地真我去觉花定自在望如来见如一目悲一场情众生之分定自在望如来高僧地也如供养地但造凡身凡作是为物之名号其当之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地心地佛音即归其身一一不顾断作念觉花定自在望如来净地日地也不见之身道理改变其岁永未做出而受尽不跌身贵州海上东西之主建筑难知一人百千万数度我海中被住而受成其实但有见也差其心得意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都要来处理人如见其主罪人尽而受不知不觉透出相救七情万类不敢救世是婆罗门第一念佛离苦自然无惧有一归往明夜无度起手来引百生一言三财菩萨何愿来此是婆罗门第归往也此时何处此时八戒为三七年第一重寒神地闻言我闻戒为四年第一在中此时是佛无度大业是有第一神地闻言我今云何得道运说无度大业若非为三
见转轮往生，我见居士生，我见国王生，我见财库生，我见官书生，我见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僧，乃至声闻罗汉，彼此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回南国身度千七千，如观无累劫，尽苦度脱入四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岂有微调不增，随业报应落脱而去，受大苦是如当一念，不再造立天宫，明镜不住念说破世界，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是解脱，用力诸苦以佛受记，而是诸世界本身地藏菩萨，重复一心地雷哀念白起火焰，火从九焰皆来，龙婆皆依，是佛不可思议神力，与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灵归尽三宝，用一生世自涅槃乐，但以佛法中所谓三世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我好发心，我见度脱是佛大力，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而是佛在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处如是，九言皆来法弘誓言，光度将毕竟真菩提，万众生也言并第三，二是佛母摩耶故人恭敬合掌，闻地藏菩萨言，甚者言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即是云何地藏大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我有地狱，我无地狱，我有泥人，我无泥人，我有佛法，我无佛法，乃至声闻，彼此佛，亦复如是会谈地狱最高一等，我也无人崇拜菩萨，皆言闻已，念佛随报所感而起，地藏大言，甚无为言，听说佛出说是，佛母白言，言生者说二是地藏菩萨，来生无言，乃言菩提最报名号如是，我有众生不孝父母，我自杀害，斩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救助无期，我有众生出国神学，为谤三宝不敬尊敬，一当多疑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救助无期，我有众生青春常住，天无生理，我皆乱离，自心一遇过杀火开，如此等悲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救助无期，所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佛用常住，其光白衣，为悲解离，种种造恶如是等悲，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救助无期，所有众生头戒常住，在无故迷因时，亦复乃至亦无不依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救助无期，地藏大言，甚无若有众生错度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故意念不得，摩耶故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大言，甚无处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座，此有五百名好个别，此有千百名，此
天命傲歌独有一女名叶无间其一周章万八千里一江高一千里西是铁为上过车厢下过车上铁色铁钩不过吃足与枪吃上东西而走雨中有窗天满万里一人受罪时间起身变我们闯千万人受罪一个之间身满创伤从夜所看我抱如是有出罪人被受从苦前白夜长记忆而归头压如剑眼如电光手不通抓作夜罪人苦有夜长直打铁骑终罪人生我痛口鼻过中苦悲掏空半截我之创伤苦有铁影但罪人目苦有铁色叫罪人急爱自解内心下场地大色更低惆怅错战将中关口乐铁缠身万事前生也敢如此从今一切求助无期世界坏事寄生他切他借此坏转机他方他方坏事辗转相继世界真后反复而来不见罪报其实如此有无事也敢不真无解何等为无意这日夜受罪因此结束无时间绝不真无解何这一人一难多人一难不真无解三者罪其杂方因舍让权规模去造作作过他铁王铁神铁力铁马生得若手割铁交身几分铁腕可引铁刺风念情节树拉有他苦竹相念更无间断不真无间是这不问难自你人强不一定道有归结我龙我神我天我归罪心也看心痛手指百千劫一日一夜万事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静方得受身一直念念不成无间地藏菩萨白身无言无间地狱如说如是若光说第一吹气等命起诸苦事一切之中就说不尽我也无人问都有何长平地而退天不众生也敢平地死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海过眼世尊我成佛如来为身离苦天百千万亿世界分次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多归如来那是离苦即不能做如是变化我今有梦有道众生见命不脱未然是真言不由理何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事不定而悉皆言在悉皆果为善为恶处境而生论在悟道在
婆是经体验菩提最苦众生所说到处第一名王及二宝等是是为来自摩诃众生自是国宝一藏大眼等者罗尼成佛为圣一大师之力也说第一名超级最宝和宝只是等者眼不定东方有三宝也也为七三黑水木日夜光有大地狱好几不见悠悠地狱命大阿弥命也是叫不由地狱命也给到不由地狱命也过天不由地狱命也加三不由地狱命也空降不由地狱命也铁成不由地狱命也铁装不由地狱一路个别重担相逢不可
菩萨过不如是，不知不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给菩萨向前做助记也，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是全因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是中尽，未来是常得百千回生，日夜为故，不吝而施舍恨弃恶，何况亲受诸恨。贵贱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形象，我往生即回放不空的七里地，是佛楼慈祥，我给免费，我千人恭跪，我一人跪，我多人跪，乃至一念生即回禅，不是之人先解千佛灭度，一回十方三才阿鼻地。高僧度尽是人民众之后，素养重垂，知一物无千罪，用得协同，收缩生疏，长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知书知经，我教人书，我知书画，菩萨心相乃至教人书画，所说佛道彼佛大力，是故不光，若今有人读诵诗经。未来世中，阎浮提念，刹利婆罗门。
我未来是众生一念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十诸日等诸罪皆寂静寂静中难言不敌众生寂静中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是情杀害切道邪淫妄一百千罪状难以实实在日为佛菩萨诸先生相见故事尽一遍东西南北还有心内无住在内当知彼家若常若有现在为百百千岁中用力而起难以实在日每转一遍现实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数百千万亿大威神力第一次是遍覆众生一次大事有大灵验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后一句一句真现在数秒安乐未来此事百千万生唱歌端正深圳回家是一生利己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见之利益不问如来为乱定所是正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流布我告不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恨一名地藏本是利己愿此菩萨就愿皆来法大众也利益众生是我观世音菩萨众生即心动念无悔是罪脱我三谛脱退诸心脱一而言念念真意是等非人如理理度故一中当乾坤乾中殊不生脆弱得意之身体力坚固我见一物是之事有哪里故不相互助坚定到角落大平地其心而无不在经历是真喜而众生从现好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心明明众是父母见书因为舍不以之见如果先观盖既然有等我断无等即破风扬佛上尽诸身上乃至念佛菩萨即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任何感破文在本事是诸众生所造恶业集体感过弥陀恶经便是见书为临终人修持身以数之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身世之口请其日莲光照众生能实施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为佛是真谛天龙八部等非人等千亿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菩萨海尽造恶业百计鬼神求诸王量何以故恶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彼以往能但皆罪业转生身中假使乃至或现在身多或生本身人天道是二一一零是命中人仰背对面万生三处何况念命中人再生为真又少三根可基本也只说恶情而人间数更为深夜比如
诸佛教中乃至三世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之等，说是一时，为中有一障者名业大变，十障者九尘无身，化度十方，千障者身和障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势至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消他见诸位修功德，乃至舍在造众善业，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其谢多佛地藏大业，障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利便说事实，障者未来现在诸众生能令命中之等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心的邪佛，若有难持利人再生不修善业，多造功德，命中之后见殊胜大威照护你，有本功德圣者之力，一世之苦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之修，能分其过无常大贵，不弃恶道，明明有事，为此罪苦，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出世辩论也过，生命之后其业受损，为车之间千万受苦，何况多因出恶趣等事。为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年年之间望出骷髅见树，一朝菩提就罢。过世日后，罪业受报，过世罪人动情千百岁中，不谢多日，过世无无间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痛苦，不知长者。有因在此诸业道，为在此精进，因在此持弥甘财也不起一滴，乃至不思为先过生，不得行事，不有为持，即不精进，是命中人了不得利禄，精进不精，奉献过生，是命中人气分过矣，是故转折念佛众生若能为其不供养，自心勤恳如是之人，称望佛名所示一事，道理天宫有千万亿，哪有大眼不会生息，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障者脱离而退，阎罗王陀赞叹天地八二十界为三昧，有无量鬼王比阎罗天尊，第一道理来到佛陀所为恶度学不归王，智不归王，三样归王，鬼神归王，天光归王，狼牙归王，天音归王，战所归王，不是归王，诸豪归王，诸佛归王，诸事归王，诸财归王，诸主归王，诸亲归王，诸寿归王，诸美归王，诸赞归王，诸名归王，诸吉归王，诸仙归王，三目归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一百劫，诸小鬼王，金地眼菩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住，是诸鬼王，因阎罗天子，成佛为身，七地藏菩萨，摩诃萨利，尽一道理在一念。我等今这一处归王，成佛为身，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利王得一次，毛利大归一次，我等佛三利故，我今有小一次，敢问世尊，为言世尊，慈悲愿作我高阎罗天子，此如所闻，不为不说，是是阎罗天子，三利世尊，即归是地藏菩萨。我。
如是迷人在仙道中心一直见今朝孤独有一只是佛铁大夫三金师徒乃其也长出二度人故共迷人一经仙道而与之也我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路有何意思人之出度是迷路人不问是一方之仙道今便退不穷出之路十三次是第几阶段因出仙道面出二度是一好道理的安的而与之也多在迷人自己以后无力是道是路如这阻难得住不分心理是迷路人一生当中临别之时只是有言我见情是记住路人多难多离愿一次路多出悲就怕最苦众生生人天中灵寿妙乐是出最终日夜道不过得出灵永不再迷路迷路人不如先道一三次是并接灵珠永不不如共见他人不见我路此言因是迷故得些多情更不不如落在离间忧伤迷路不解求真所落如果何惧地藏菩萨方便离不是并且同生人天中先有在路我也皆中用出第一不懈多时而时的度归王何藏恭敬拜佛言是真我等出归王尽数无量在厌菩提我离离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凡事也报是我先数有信心庄严光色或有看自你的修毛发三世太子先一块一块烧香烧花供养佛香地菩萨香佛专度真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归王经历此人如果其现在未来出国此处小鬼各有哪里几度地分便利为不不离而是恨是一定是命中之人不落而道何况只修身
文一佛名一菩萨名，我大乘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非人诸无间杀害之天，小小而言而破而去者心。好好
有进有中有念身受苦，有死身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到苦力尽，世事云何为言是真，为我所知的是佛告，地藏菩萨无尽意道立天光，一切众会所言不听，不是较量中的轻重，汝当谛听，无为汝说，地藏开佛言，我一时是言要一问，佛告地藏菩萨难言不敌，有诸国王在古大中，那张车那刹利那婆罗门等，我一最下贫穷，乃至龙才阴阳，龙子无母，若是种种不完其真，是大国王等亦不是痴，若能其大慈悲，下心含笑，心所变不是或是白根和沙河共得之力可以故，便是国王等也是在民间被几不完几尊，发达之心是故，不利有如此宝，百千生中常得其宝其主，何况一时受用，不知地藏国未来世有诸国王，是婆罗门等一佛他是佛佛心相，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孔子应当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善解为地师身，受身了的如来一次，不是故里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一世界中常为大梵天王，不知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子婆罗门等，应现佛他庙，我自尽相归怀波罗，乃能化心修不是国王等，我自应当过千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是皆言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不是他人同不是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以他庙前发挥相信，如此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一次国王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千诸老病及生残苦力，我一念间其大慈心，不是一要因是我尽，是因安乐如是福利，对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金具天主，二百劫中常为琉璃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地藏，我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佛福无量，更能归向。不闻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转转轮子法，是故地藏普见众生当如是学，不知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烧三根，毛发沙尘等心，所说不离不可为因，不知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依佛心相菩萨心相，彼此佛心相转轮王心相，不是供养得无量故，常在人间受生妙人，若能回向法界世人，不离不可为因，不知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我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中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是人国大国宝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岂不不可为因，不知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大师大圣经典，信者不是供养，赞礼赞叹恭敬合掌，若一不折火归快者，修不引力我度化心，我千多人同共化心，如是等辈生死身中，常为诸小国王贪悦之人，常为轮王翻译三花，教化诸小国王，不知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依佛法众说众善根，我不是供养，我修不他心，我壮丽经典，乃至一毛一点
首楞色一德湾，好似故地藏，不是因缘，即是如是。地生福法比，地是一合世间道，地生盖果言，此真我从西南禅师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此地藏菩萨摩诃萨，一诸菩萨是言神通，是真是地藏菩萨一言不定，有大一言如文殊不现，观音弥勒一花百千身心度一流荡，其言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流道一切众生，说法是言结束五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即现在众生一所住处，以南方境界之地，我其看似是众能殊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禅地禅坛，世人居住记得是众利益，何当为是彼则土地翁郎，二则家在永安，三则先往升天，四则先春一说，五则说秋水一，六则无水过载，七则西靠彼土，八则土皆噩梦，有则出入圣福，是则多益神意，是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我能以说出出方便，作如是供养的如是利益，不拜佛言是真。未来世中我有三男子，三女人以说出出有此经典，即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人乃至水果稻穗大根小根，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见到地深如大森林，出生少及何以故，天父土地系蒙如故，乃至草木沙石草马出位，不必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又常生养，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此功德第一生中，还谦卑一场分地身，作为来世中有三男子三女人，供养菩萨七传故事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修行者如一本森林，而用菩提不令一切杂害，岂不如一世者问一个何方名所，为但如独孤是人故，亦有四番见诸诸天界皆有禅地地藏心相，即转都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处理苦海真涅槃乐，得大用故见闻第一品第十二二十四尊中顶恩上方百千万亿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一号相光，大玉号相光，清号相光，大清号相光，碧号相光，大碧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金云号相光，大金云号相光，千轮号光，大千轮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夜轮号光，大夜轮号光，宫殿号光，大宫殿号光，海云号光，大海云号光，一顶门上望如此等号相光，一诸微妙音，大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一道立天光，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彼人殿中彼一等是不思议事，超生因是真是地事，毕竟不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说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不跪合掌拜佛言，是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极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一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生，所有功德即不思议，为生之力我闻是真。
高大中，地成阳，地藏地，地等是为缘是等，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成阳地藏，不是一世令天动大不善地佛不佛高观世音菩萨，如你说佛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难若迷若生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不明则见，如心则眼目如则长，贪如则是诸众生亦无上道，并不推断上生人天，其寿妙乐以佛讲述，以佛受尽如今其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限说地藏菩萨，不思议理一次事，如当地听悟听说之观世音也，未来世尊严要一问，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住世界中，有天人说天不尽，有无衰相见，佛有多疑而道之者，如是天人若难若离，当现相是佛见地藏菩萨形象，佛问地藏菩萨名，一在一离，是诸天人转成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多，三恶八道何况经文菩萨，听诸香花一福音是宝贝，因多不是供养，说佛功德不离无量无边，不知观世音多未来现在出世界中，有道众生临命终时，何问地藏菩萨名，一生离恶根，这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亲疏将士兵众人，舍财财物宝贝衣物，塑化地藏形象，我是贫人为众生是眼耳见闻知道见数，将舍财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也报佛受众病者，诚实功德心即主意寿命成意，世人若是也报名经，因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何取者，诚实功德命中之功，即生人天寿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知观世音菩萨，我未来世有难知你人过如不是佛，三岁五岁四岁以下往事父母乃及往事兄弟姐妹，是人年纪长大是你父母记住见住，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在一离，一日至七日莫退出心，问明见心站立供养世人见数，家因业故多而聚者，其当结束正是难离，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站立功德心即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世人见数无有无离，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者，即成是功德转成身意，受无量乐世人根乐，三七日中一心站立，地藏心相念其名字，难以万变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其高世人见诸神皆获一梦中，菩萨现大神力尽临世人，以诸世界见诸皆数，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此一千日世人当得菩萨，现说在土地归身，众生为不现此一世供应，不住疾苦乃至恨死，不入其门，何况其身是人必经的菩萨莫定受尽，不知观世音菩萨，我未来世有三难子，三利人以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以修无上菩提者，以助力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即闻名者慈心皈依，我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禅礼，是三难离等所言殊真，永无障碍不知观世音，我未来世有三难之三离人，因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禅礼供养禅坛，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言所求，其皆成就，不
手提佛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三男子三女人，一大圣经典圣深正中，发菩提一心一度一说，中一名是教师临松，见得先王动经念也不能不诵，是三男子等有数业障，为得消除故意大圣经典无度诵，心不识之人问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其一本心恭敬成拜，更一相化一不应时，一切万境供养菩萨已经随一章，请一日一夜按菩萨经，然后这章经不会受向南印度受死，自心正中不随其必胜，无心就落邪淫，广义即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十三难之三女人一睡梦中，其见地藏菩萨现无变身，一时人出受灌顶，醉起人梦见，其过聪明饮食经典，一粒二根即当用尽，更不忘是一句一句不辞观世音菩萨，我未来世有主人等，一时不足求这怪言，或多病疾，或多凶灾，家灾不安，见诸本善，或诸更事，我来不深睡梦之间，若有情不如是等等，问地藏名，见地藏心，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世间，见小女起得安乐，一时供应，乃至一睡梦中心皆安乐，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人，火因自身，火因公司，火因生死，火因其事，如山林中，火渡河海太极大水，火尽仙道是人仙道，天地藏菩萨名万遍，说佛土地为生为福心，诸作我拥抱安乐，乃至风衣不浪失之，一切土海不能生之，佛高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言菩提，有大意也，我所以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如一生利六不思尽，便说破世界众生万劫万劫永受安乐，二十四尊二所及也，无观地藏为神力，等二刹解说难尽，见闻瞻利一念见利益人天无量事，道经应当多而道之心贵一大师生，受命转正出罪障，孝师父母恩爱者为之本身，在何去兄弟姐妹记住经，生长以来皆不是或说过话大师生，北连站立不战胜，三七日中年纪名菩萨当先无边地，十七间诉说神经，中国而去君主力若能不退是出境，经过某定受神经，一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处理善结果，使人激发大悲心，先当站立大师相，一切诸严肃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一度去弥朝彼岸，非离是言不是意，先度千万多悲是世人有业障果，不以大神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一香花一佛印施诸万境，历经随安大世界，一日一夜求佛之法印，众心生无尽，九漏邪淫即妄淫，三七日内无杀害之心，是念大使命，其力梦中见无边，皆来变得离根而因，是尽教理而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时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智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财凶灾见树立，对梦之中喜不安，求责怪为无沉睡，痴心站立地藏相，一切恶世界消灭，只以梦中尽得安，一次功劳生贵不一路三林几度寒，苦而尽受饥而忍，而生而归贫而逢，一切诸难诸苦难，但当站立即供养地藏菩萨大师相，如是站立大海中，一时诸恶皆消灭。
是如是理地藏名之人我闻乃至天将赞礼者香花一壶临时空供养拜天寿庙的我能一次挥花间历经成佛超生世子孤万因路当知不高等杀出国土数列人天平一十三二十四真迹净舍比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帝合作是一地藏地藏如此神力不可思议如此慈悲不可思议如此智慧不可思议如此辩才不可思议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此不思议是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无今日在道立天中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一人天主众生等为出三界在火灾中则不足一路无临时诸众生多而去中一日一夜何况更多无间即阿弥地狱东京千万一劫无有出期一张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喜而则多中发三心喜欲即退我一而夜突破之地藏无尽引起一天人中不足一路未来之事我有天人即三难之三里人一佛大众中烧三根一毛一针一沙一滴露一道利用不是人间修无上不灵退失不知地藏未来是中落天落人岁月报应落在二七零多曲中我只能说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诸众生如意生地方便就把一世人所现无边身为最第一天命身边受生妙的二世世尊而说其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极因听不出如意大声通广遍度无名多在诸恶趣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故归佛藏拜佛言世尊为言世尊不以为理未来世中我有三难之三女人一佛化众一念恭敬我一拜天方便不破世人一生世中殊得解脱何况文殊三世年年修行自然一无上道永不退转所是一世会中有一菩萨名西方我只知道理闻一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生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三难之三利人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我赞礼心相得尽众菩提为言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与尔所知我高虚空藏三难之三女人见地藏心想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一壶珍宝不是供养赞叹赞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一则天龙护念二则三过日增三则精神上瘾四则菩提不退五则一时风烛六则记忆不离七则离罪火灾八则五道罪恶主持是一者你断难生是二者未忘成你是三者断真相好是四者多生天上是五者或为帝王是六者数字明通是七者有九劫中是八者见处烦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出二十一者七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天王离苦二十四者束缚受身二十五者诸生赞叹二十六者众民离根二十七者饶智明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不知悉供养菩萨我现在未来天龙归身闻地藏名地藏心我闻地藏本愿是根赞叹赞礼二
其中第一因者属草生地，二者二叶消灭，三者突破狐狸，四者菩提不对，五者正常分离，六者宿命解脱，七者毕竟成佛，八者十方一切如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七大菩萨，天龙八部，万世迦牟尼佛，真阳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堪为曾有世事道理典，香花点一烛影，供养释迦牟尼。
藏卫士全球同步恭送完地藏经与无量寿经时，就请你填写这个表格。请填好表格后，每个月可以用电话、传真、email 或邮寄明信片给我们哦。请大家别忘了，每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每个礼拜日晚上8点到10点，恭送无量寿经与地藏经。祝福大家功德无量，法喜充满，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阿弥陀佛。华藏卫视发起读经百万部活动，地址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269巷6号5楼，网址 www.hwazantv.com， 电话02-6600-8968，传真02-6600-9598， email hztv@hztv.org。 需要地藏经与无量寿经经本者，可向本电视台免费索取。